好嚟啦，小蓝的故事三，静鸡鸡咁走入去，唔好谂住拖我后腿啊！好嘢，有得玩小蓝，哎，有得睇啲精灵啦又，啊，肥波球，波波球，吓、啊、就系呢只嘢啊！唔怪之得啦，草兵属性唔系惊火，草兵啊，哎，我又冇谂到啊，真系，我原本估系草系，不过好难估其实，因为打紧咧，因为打紧嘅时候我又唔系好记得，唔系好记得咧嗰啲属性边个打边个，即系边个属性打过去我都忘记咗，打下魔国六啊 ，OK 得，有咩？呢道具系咪可以放低？跟住就系据为己有，我用啊，阿 Red 用，全部都系活力快，我掹晒出嚟先，偷嘢。OK， 比小蓝更加无耻。诶、欸，要打喎呢度，哇 ！AI 413呢啲机械虫嚟嘅，哇！不人道嘅研究出咗嚟啦。先嚟我拍瀑布先，黑色眼睛球鱼，机械水母。咁我走得啦，佢换咗重，有咩精灵可以用啊？呢隻冇草技，呢隻好似有招木角 ，OK？ 呢隻劲喎，呢隻，因为佢呢隻係加工减特工，超靓喎，仲有木角添。哇，唔係话，哈，一发死，咁劲嘅咩？点打？喂，黐线，点打呢隻打唔赢，好似发现。死咗只水晶龟先啦，冇办法，呢个换白变怪打。哇，劲痛低能！我黐线点打啊？未话之星冇用，未话之星模仿写身撞巨星，佢有几多攻啊？132同110啊，巨星啦、啊，死啦！写身撞啦、啊！哇，点解啲精灵咁渣噶，大佬？俾少少力好喎、啊！哇，超劲啲水母，劲得过分喎、啊！只水母点打咁样？定系因为我放咗个水俾佢啊？大师球又执到，咁多大师球执嘅呢度？诶，呢嚟够快啊嘛！我会俾你成功嘅，晚安，做得好啊！高级球，诶、欸，哇，喺铁甲暴龙。不过又系咁喎，如果我唔睇唔同啲训练家打，我又睇唔到嗰啲精灵，可能有啲新嘅精灵，机械钢岩石啦，唉，我都唔知道用咩系喎，呢只啦又避除，啊，仲要加嘢添佢，唉，仲要 miss 咗头先嗰下，水箭龟啊，水炮。凹痕哦，型！哎，换做八变怪先。Oh my god， 好难打啊！佢用小蓝啲精灵好难打得赢佢哋哦。封印围攻咬碎，全部都唔劲喎！发现围攻又系水箭龟、波波球、巨星、美化之星，我凹痕。好凹痕嗰啲技，黐线！你话之星巨星巨星啦吓，黐线又要输，啊赢到啦！阿里多斯就系呢只嘢啊，低能，好难打佢、啊、真系，呢只应该打赢啦啩，大佬，我打唔赢喎，我黐线。三马水炮射死咗我，太过分啦啩佢！地震，李如龙，冰牙啦，哎呀，犀利，变佢先，龙武啱啊，变佢，啊一发，下喺呢个。落雨状态再加水炮，好黐线喎！佢啲技，点解我啲水炮唔系下下中？佢啲水炮好似下下中。未话之星，冇啦，输啦又要。
但系伊顿一下撞机都撞死我，黐线嘅真系。啊，试下用地震试下。哎，地震打得中喎，咁真系变咗降械啦佢。但系都懵啦，唔够打呢度，又要死啊呢度。地震啦，系用地震打入嘅，但系嗰个力度唔够大，唔足以可以一下秒杀佢。喂，哎呀，唔紧要，我哋换把边挂嚟。Nice， 回收利用宇宙力量 ，OK。力量宝石，我拗痕。回收利用有咩用？冇树果喺身，冇乜用。黐线，斗抌石仔啊！我冇啦，冇技能啦，我已经。要换重啦，换做呢一只嘅地鼠。地震，黐线，水炮，好难打。巨星，真系唔知道用咩技，系咪可以改一，系咪可以改一改小蓝啲技？啲技好难用啊，啲技都唔知道可以点玩喺呢度。咬碎，阿里多斯咬碎，冇啦，好劲喎啲机械虫，换一换啲技先，好唔劲啊佢啲技，尤其是嗰只波波球，嗰两只波波球完全唔掂啊，毒技，劈牙，地震。呢只學招地震咩？封印有咩用啊，大佬？系咪玩嘢啊？封印系有冇十万伏特啊？大声跑呢啲都有用啦、啊，吸取之岩石炮都有用啦、啊，吸取之吻，吸取之吻仲劲过微华之星啦，系嘛？跟住逐流呢啲都系劲啲，但系算啦，唔好啦。十字剪真系冇雷嘅啊！充电光速巨星大自烧喷射火焰，喷射火焰有用喎、啊，啱啦！俾波波球壳，唔要模仿啦，有咩用啊？模仿俾埋只细波波球壳，啊，肥波球都要学，细嗰只都要学。暗影球吸血地震回血有冇人识学？冇。冥想有冇？冇。冇啦 ，OK， 就咁多，依家就可以测试一下啦。吓、啊、怕火嘅，但系佢一下咬我都几痛下，因为用我招毒技，妖精系怕毒，啊，所以被咬死咗啦又。吓、啊、地震可以打中，即系话佢哋全部变咗降系，飞行嘢都变降系，呢啲都系怕降，诶呢啲都系怕地面，肥呢招啦。OK， 咁我大概知道啦。Oh my god， 又中毒！水炮，哇，佢有终极吸收好，好久喎。好啦，又唔够打啦，我发现，又唔够打啦呢度。低能，只水母好劲啊！只水母，只水母水降系嘛？水降再加佢操毒速度超高。究竟点样打得赢啊？有冇加工啊？加工技能有冇？有边只高速啊？呢个高速嚟睇下，最高速呢只鼠哦。OK， 咁呢只鼠唔要招咩雪崩啊，大佬呢只都唔要招围攻，宁愿学招加工技能，跟住推过去算。冇加工嗰啲变化嘅人咧，真系好难打佢哋。先嚟个自我激励先，再嚟个自我激励，再自我激励，自我激励。Oh my god！ 可唔可以唔好有劇毒啊，大佬你？诶、欸、，OK OK， 唔错，换一换重先。自我激励，木角。啊！我真系觉得打唔赢呢只，
但我又好想打咗佢喎，其实定系唔打好啲咧？呢个位有咩办法可以顶到啊？大爆炸又冇电磁波喎，佢哋我都冇电磁波之类嘅嘢。精神利人，精神利人都冇用啦，佢都唔系毒系，佢哋好似唔系毒系，啊唔系。第一隻是毒系，第一隻毒系都可以试下嘅。呢度唔要木哥，好似冇乜用呢度，唔要木哥啦。揸下，搵只唔怕毒系嘅出嚟。哦，佢用咗黑色眼睛，啊、又要俾咬一嘢，真系唔高兴。精神利刃冇用啦，我哋要用嘅系自我激励。地震，唉，两下水炮又中，有咁易中嘅咩啲技能？唉，唔打啦呢、這个，极度嘥时间打呢、這个，完全睇唔到胜利嘅机会喎，真系睇唔到，黐线！呢只都仲可以打得赢，哦，咁快输咗，阿里多斯。都是地震啦，阿里多斯，你一发死咗啦，阿里多斯，真系难打到咧呢度。神奇糖果，嗯，你嚟摧毁我嘅作品，好多机械喎，咁多机械嘅精灵，小变鬼啊，水炮，梗系完全打唔赢喎！嗰啲等级系完全系同我哋嗰啲 level 差好远。化飞、铁头 ，Oh my god！ 钢飞、破坏光线，哇！啲咩技啊？真系见到真系头晕。不过过啦，我话呢一度，使唔使咁难打啊？定我要装啲道具上去呢？嗯，算啦，都系唔好打呢个啦。呢只系咩系啊？唔记得咗。呢只用地震打唔打中？打唔中即系飞人降啦，又系换做肥波球、喷射火焰。Oh my god！ 系乜嘢事可以一下啄死我啊？系咪劲到咁啊？佢系劲得太过分喎！佢哋黐线，又系呢只水母，又系水炮水母。唉，终于赢到啦！唔打啦，嗰个博士。呢度都唔打啦，如果可以我都唔想再打啦。呢一啲精灵，即系呢啲训练家，黐线难到都不得了。哦，要死啦！呢只钢飞冇技打，完全，就算变身佢都冇用，因为咬住。哦 ，OK 嘅，仲 OK， 水炮。佢究竟咩事啊？几多攻击啊？呢啲我好想睇下呢啲精灵个攻击一定劲高。如果唔系，冇可能一下打得死我咁多重。我只车厘龟，我只水箭龟163防，冇理由轻易咁样啄烂，即系啄死嘅。佢嗰只咁嘅鬼雀，好一定有开关喺附近。Oh my god！ 佢有钢头啊！水技啊，水重，水炮，球鱼，水炮，彼得，同埋佢写 AI 415呢啲，我完全唔知咩嚟，更加麻烦。除非我特登抄低佢嗰个 number 啦，佢个机械 number。呢只先啦，威吓佢，跟住用白变怪变身。
得啦，终于可以用佢啦。浅踏恶意追击，恶意追击，凹痕，又系凹痕。哇！最衰冇得睇能力值咧，好想知道佢啲能力究竟有几多。打我劲痛，我冇技咯，要换啊，换呢只，再换白冰怪，再换呢只，磨死你先，自我激励，哎呀爆击，哦，唔好咁啦好嘛，你会唔会太好彩啊？黐线，又系一招毒咬死，毒系跟住打妖精系。啊，好在系呢只 ，OK， 哇，啊，有地就 OK， 哎呀，好难打啊呢一、這个 ，Oh my god， 真系难打到一个地步啊呢一只，但唔得，我一定要打赢佢，我都要打死佢呢、這个系，唔要招木角啦，仲有啲咩技可以用啊？地震。佢咪有噶啦，學咗精神强练爆牙下判踢，可能提升自己呢、這个吓、啊，用钢珠攻击可能增加自己防御改，冇改到呢一个描述，干翼大爆炸暗影爪岩石打磨，冇只色，呢啲都冇只色，尖弓咧，尖弓有一只色。呢只识大声跑口咁劲，但冇用啦，算啦，唔会啦。岩石炮就咁先啦，呢度嚟啊，靓仔！跟住我哋慢慢磨走佢啲，磨走佢个攻击，跟住再加自己攻击咁样打。我唔信打唔赢咁样，要充电，跟住再换。再换，再换，自我激励，跟住用木角先，再木角，再自我激励，自我激励，再木角，哦，佢系冇晒 PP， 唔用破坏光线啊，唔紧要啊，一切尽在我计划当中，呢度减咗一下威吓，呢度出嚟，再出嚟，自我激励。开两下，再开多下，再开多下，木角，木角，再木角 ，OK， 得啦。呢只钢飞，钢飞劲还咬碎，咬碎，得下只地震应该死啊！呢只钢钢咩啊？钢地面或者钢岩石，木角应该吸到血嘅可以。啊、哦，唔够快，唉。好惨啲精灵真系，一系就唔够防，一系就唔够攻，点样打小蓝呢啲虫？呢只啊，呢只地震赢啦，终于得啊！凭住高强嘅高强嘅威吓特性，终于赢到佢啦！我就系边啊？喺幅画度唔通定呢啲啊？搞掂好，得啦，开咗啦。阿姨，佢啲身体好似石头咁硬，一定系毒，我哋要快啲揾解药啦。呢个系边位嚟噶？最后嗰位边个？唔记得咗。哦，记得系咪嗰个叫做 Colin 系嘛？嗯？睇嚟呢一个小男嘅剧情咧，唔系鼓励你去打交，我觉得乜都冇嘅呢度。我应该系鼓励你唔好俾人见到咯，真系潜文嘅方式啊呢、這个，如果唔系真系打唔赢我发现呢度，喂，我觉得你系揾紧呢个，呢个系假药，哇，大只牛，应该佢快啲啦，80咧，终极冲击，哦呢只冇咗嗰只经过碌啊，打唔赢应该，咦？
虚张声势啦，猛撞啊！哎呦，一发秒咗俾佢，搞错啊！又打自己，又系水母又输咗啦，又系水母系咪黐线噶？小兰可唔可以自己带？可唔可以自己换啲精灵啊？我成队入面冇 BB 只可以打赢水系喎，其实佢只要加个降系，全部打唔赢，因为旧世代加咗降系咧，嗰啲弱属性咧基本上冇乜咁滞。呢度有冇可能一踢过咧？冇乜可能，我觉得可以直接话俾大家听，冇乜可能呢、這个真系。诶、欸，非常好啊！哇，唔系啊，痛到啊！呢只地震，哦，虚张声势喷火，地震，要咁样打就阴功。喂、哎，有机会啦，赢啦，祸不单行，再见啦，你可以真系赢啦。喂，唔系话，唔系话，唔会输翻落去啊。哇，赢到啊！死身状，哇，我会被解药你嘅，佢打烂咗。其他人手上一定有解药，冇错，的确有啊。但你唔会咁易有嘅，等我嚟处理。你仲点样处理啊，大佬？哇，好难打呢一度。你想点样处理啊，小蓝？你想点样处理啫？究竟？唉，啲精灵难打到咧，仲有咩技可以用啊？有冇啲系可以加攻加防啊？好似冇。嗯。忍耐愤怒，被击中时变得更强的威力。呢招可能可以学试下嘅，可以。唔知招木角有咩用？招木角。完全不知道有咩用，好，我哋再嚟啦。诶、欸、，Oh my god， 中笔。哦、oh, ，我仲捞个 save。哦，我要捞啊，好在我有其他 save 啫。啊，又要翻翻嚟呢度打。